啊。翻嚟你咩死仔？一翻嚟入间房，睇你而家喺度打机啦，你又屎你！肥仔，翻嚟又打机，唔使温书啊？啊，唔使温书啊？你做功课啊？有冇搞错班人？肥仔，有你搞我翻嚟即打机，即做功课啊？唔好嘈啊，做晒啦。唔使温书啊？冇擦叶啊，唔好嘈啊！我睇你手擦有喎。冇啊！为什么爸爸都不明白，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，而我的兴趣根本就不是读书，难道自己选自己的人生，这些真的只是广告词来的吗？仔，即是我知道你喜欢打机，都做什么什么选手而已，但是你都读好个书才行，老实说一句，做老豆的我不支持我仔啊！呢个份礼物俾你，你咪自己攞啦。